都是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啊。这明天发行的歌呢，也是我自己设计的闽南语在里面啊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一首歌啊，听了心情也非常愉快的一首歌啊，我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，所以说呢，明天你们听了，然后给我你们的建议，好不好？我会更加努力加油，然后把咱们的创新音乐做得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让创新音乐越来越多的歌手，好不好？我会给更多的音乐人，给更多的音乐人，没有门路的音乐人啊，一起做咱们的音乐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梦，你也可以来到我的创新音乐公司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玩音乐，让小鸭出来聊聊呗。小鸭，鸭太忙了，他们也很辛苦啊，他们也很辛苦，他们太辛苦了，他们要拍段子啊。其实我不想让他们，其实我不想让他们播的，就像宝丽金啊，我希望他们多涨点粉，真的，我希望宝丽金呀、胡小鸭呀，他们能出去，知道吧？因为有这么多大哥在支持他们，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我的直播间啊，因为他们现在有这么多大哥在，知道吧？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就是稳稳的在那唱歌，要唱给这。永远的这几个大哥听，要让更多的人去知道他们的声音，知道吧？所以说趁他们现在有热度，趁他们现在有大哥，要多出去接触新鲜的粉丝，新鲜的大哥，有更多的大哥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宝丽金这个人，更多的人知道胡小鸭这个人，所以说他们应该出去连一些有热度的有名气一点的，人气高一点的，要出去连一连，知道吧？我丁丁哥，我说对吗？丁丁哥，你看你们天天都在帮他，就是一连对面100多人还涨不了人，还浪费票，因为别人都是美女，别人美女一个大哥就能把你们搞定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没有必要浪费票，不说一个粉丝涨不到，大哥粉丝还被对面吸走，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，我觉得应该去连一些有质量的啊，就是一些大网红大主播，对吧？或者是我们大哥到那边我们打赢了，我们出于礼貌我们去给点医药费也可以，或者是到那边送一个什么礼物，让那边来我们这边连一下我们家的小主也可以，对不对？这都是一种支持，什么，对不对？宝丽金58000的粉丝都半个月了还58000，难道不着急吗？对吧？难道不着急吗？反正要是我肯定着急，我会把段子做好，我会把 PK 打好，我会带粉丝一起开心啊。对，宝丽金是有在努力有在进步，但是我想让他成为更优秀更进步，知道吧？粉丝要我一天不涨多吧，一天我涨500-1000可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永远停留在58000不好吧，对吧？是不是家人们？我丁丁哥我讲的对不对？丁丁哥，所以说你们偶尔的也要给他讲一讲，因为宝丽金是一个非常就是转不过弯来的一个，就是死脑筋一根筋，真的，宝丽金在我们团队应该算是最实在最实在最实在的那个人，真的。你车有大哥在，你车有木一哥在，有丁丁哥在，有什么墨雨哥在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应该出去接触更多的人，对吧？宝丽金听师傅的，关键我说了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人家丫来的时候才30000多粉，现在人家70000多粉了。我们每天要进步一点点，我们要让粉丝上来了，你上1000粉丝，明天上1000粉丝，等你涨到一定的粉丝可以打榜的时候了，你师傅就给你出新歌了呀，你师傅给你出原唱了呀，那就牛逼了呀。不然的话，你每天58000就几十个人给你打榜，那再好的歌他也火不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就很辛苦打一个榜。
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宝丽金的那个大哥，像打南瓜呀，啊，打些什么呀，什么，不都没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打去呗，是不是？输了咱就做惩罚呗，是不是？我希望我家宝丽金，我希望胡小鸭，我希望小豆芽，我希望小豆美都出去给我争口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谁的人谁不疼？不行的话我来，我来上，是不是？出去打。对不对？丁丁哥，丁丁哥，你说宝丽金出去打那种一万家的两万家的，你说你上不上？你说木鱼哥上不上？是不是？花姐也是个性情中人，打出去肯定打出去呀，对不对？这是肯定的。这什么叫维护小主？什么叫铁粉？什么叫守护？这就叫守护。我又不是天天打，对不对？偶尔的可以约一下，偶尔的可以约一下，我们涨点粉丝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看，就像，胡小鸭就很聪明，每天就打那个大主播，对不对？就要那样子去打大主播。肯定跟他打回去，打回去之后我们再送点医药费不就好了吗？对吧？他也开心，我们也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不说了，其实我话又多了，其实我想过我不说的，但是我又是犯病了。其实我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，没有办法。但是我知道我大家都能知道，3000多人在我直播间里都知道我是为他们好，真的，我是为他们好。我想让他们能多涨点粉丝，能有更多的人支持。真的，我可能话又多了，我一话一多了，我其实就得罪人。真的，我怕我说多了，他们又恨我气我，那我就不说了。那我就不说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我希望他们，我希望我几个徒弟都比我优秀，都比我人气高。我希望我徒弟比我人气高啊！我是我花姐的徒弟，我到哪多有面子，对吧？我希望他们都能有这么一天，真的，我希望他们都有自己的作品。就够了，我别的，至于他们讨厌我也好，怎样也好，不懂得感恩也好，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，我只做我自己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人，我多说几句，我就想说了，那我也是直性子的人，我也露不住我自己的嘴，啊，反正粉丝们都知道我的，这是关心他们，忠言逆耳，我丁哥，这我说太多了。PK 一把，大哥我不 PK 啊，我不 PK， 就小号我不 PK，我不 PK 啊。嗓子还不得劲。严师出高徒。我可不是一个严师，知道吧？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他们，知道吧？我只是把我走的弯路告诉他们。我想让他们，对，我想让他们不要走我之前的弯路，因为他们比我幸福，他们有人带，我没有人带，他们有大哥，我没有大哥，我从3个人、5个人、6个人、10个人，一直播到了今天。知道吧？啊，2022年我来抖音的第一天100多人，知道吧？我从 KS 过来的时候，我刚刚
把那边放弃，我来到这边我才100多人，我就每天坚持拍段子，我每天坚持播，然后我去演出，我10天半个月20天不播的，知道吧，我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我都是一步一个脚印，所以说我很珍惜我现在的来之不易，我也知足常乐，知道吧，我也知道我今天我直播间里可能会很好，但是我知道他不可能每天好，知道吧，因为不可能每天都是很好，不可能每天都有大哥来支持你，知道吧，大哥也有刷不动的时候，对不对，我们不要指望一个大哥，我们不要指望木一哥，我们不要指望丁丁哥，对不对，万一丁丁哥木一哥不来了我们要怎么办，对不对，我们是不是得哭，宝丽金在呀，宝丽金，哦，外星人大哥来了呀，真的假的，是不是，我们不要有不要抱着一个大哥，那万一这一个大哥刷不动了我们要怎么办，对不对，我们要怎么办，是不是，加油吧，谢我想念哥，外星人大哥来了吗，外星人大哥你来了吗，应该没来吧，你来的话应该上榜一了，我没看到，我那个演出刚回来，刚回来，我今天在家里包饺子，然后小号玩一会儿，你在榜三，哦，真来了呀，欢迎我，我放一首歌专曲，情愿醉在你怀里，情愿死在你怀里头，好久不见，不想让你把我来丢，情愿死在你怀里头，也不想失去你。 Hello， 我都10来天没有玩这个抖音了，你们还好吗，哦，外星人大哥你还好吗，把我的歌都听完了，是不是，好不好听关键是，走过多少的路口，心却在此刻停留，你紧握着我的手，你说爱我却不会放手，我最近的演出还在上海，上海不知道要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，谢我外星大哥，喝过这激烈的酒，你给我安慰解忧，谢我外星大哥去支持我们家丫丫，谢谢，你说永远会在我左右，其实我大哥都比较疼我徒弟他们，包括洋气的人，包括我王哥，包括我漂泊大哥，我邂逅哥，只要我没在了，他们有刷到他们的直播都会进去捧个场，真的，谢我外星人大哥支持咱们家丫丫，也不想让你把我来丢，情愿死在你怀里，谢谢，也不想失去，哦，外星人大哥你还好吗，你的温柔情愿死在你怀里头，不想你的爱被人享受，感谢我万哥，情愿死在你怀里头，今天晚上我在家拍了好多段子，今天晚上我5点钟拍段子，我拍到7点多钟，拍了好多段子，我买了好多的服装，我给丫丫也买了服装，我给那个小豆芽也买了衣服，我给小东北也买了服装，我给宝丽金也买了，我给毛哥也买了衣服，然后很多很多地方的啊，很多地方的那个衣服，明天带到公司去给你们拍段子啊，感情和家长爱的不久，
又没有我的，没有你的，你又不是我徒弟。有过那冬的感受，喝过这最烈的酒，香好香，韭菜瘦肉还有粉条。你说永远会在我左右，情愿死在你怀里。什么馅呢？韭菜，韭菜馅呢？韭菜。等一下，和面，和完面了，然后包饺子。对，其实我吃饺子吃的最多的，我经常包饺子，因为我喜欢吃。昨天前两天包的是那个大馄饨，然后今天包饺子，今天包饺子。杰哥流口水，杰哥，明天我下去那个给你带几个吧。好不好，下去你那里给你带几个。好不好，杰哥。忘了他，你养我吧。我现在养了好几个了。我现在养了好几个了。毛蛋，我播一下，那个丁丁哥找你，他说想你了。也不想失去你的温柔，情愿死在你怀里头，不想你的爱被人享受，情愿死在你怀里头。好久不见，加着爱的毒酒。花好油。家的时候，情愿死在你怀里头，也不想让你把我来丢。情愿死在你怀里头，也不想失去你的温柔。大声点，声音大不大？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求歌名，家人们，你们喜欢听的可以去酷狗搜索。又瘦了，瘦吗？不瘦，那是我开了瘦脸。好，那我丁丁哥，丁丁哥晚上好。在此刻停留，你紧握着我的手，声音太小，小的们你们点点赞啊！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点一个关注，过两天大号准时开播。准备了包饺子的是不是？你们想不想吃饺子？话筒没打开，开了开了开了，我把声音音乐放这放小一点啊。我姐，音乐声小点。好了，有我外星哥刚刚来了吗？宝哥他们都在呀。情愿醉在你怀里，你们可以到酷狗搜索一下啊，花姐。丁丁哥想不想吃饺子？我们准备来包饺子了。老大他这个饺子我能吃50个。老板去哪了？老板在这里，老板准备来和面，和面想不想看？和面了，准备开始和面包饺子。给你们看哈，有没有想吃的？我播到2000了，跑掉了，都跑掉了，不想看你，不想看到我。我姐，你可把隔空打开，对。我姐，你是长那个好多了没有？好些了没有？没事吧？你头上面长的那一个，我姐，她长了一个就像痘痘一样的，她去抠，抠完很大，她说得，医生说得动手术。
就像痣一样的很大一颗就长在这里。以前看到过，看什么过？现在是在和面包饺子，和面也能上粉，你要磨一下三千了。有没有酒？等一下，包饺子上到一万人了。你最幸福的，那必须的。哎，羡慕可以，不要恨哦。半夜包饺子，对，我们演出回来还没吃饭。谢我杰哥的告白气球。杰哥是不是想来吃饺子？明天给你带几个。我打包好，明天给你带去哦。你紧握着我的手，你说爱我绝不会放手。有过那痛的感受，我刚才直播间里讲的呀。喝过这最烈的酒，刚刚有收到蛋糕，是谁买的？是不是我姐？哥，再见哥。我怎么要买蛋糕？刚刚收到了一个蛋糕，是谁买的？我姐。有没有订蛋糕？那个号码你不知道是谁的，真的是破姐。打死你！谢我姐。我姐我也生日，都生日。谢我姐，姐破费了，来买，买。我姐说也给你买一个，天天过生日呢，我姐。做拉面吗？不是。多安排几个蛋糕，那每个人都安排一个。那个杰哥说明天的蛋糕也给你准备啊。没有，我们包的都是现吃。干活，那个我不会包，和面我也不会，我会吃。有口福，我天天都有口福。上到三千人，先上到三千人，是视频吧？现在在直播，能录屏吗？他说我们这是回放。饺子皮，对，在和面做饺子皮，包饺子，这个。那个鸡蛋、粉条、韭菜，还有这个怎么突然叫粉条？买的那一些饺子皮不好吃，每次包饺子都是老大自己和面的。花姐和面杠杠的，必须的。弄点蘑菇，是吧？全部都流口水了，一会儿全部流口水。速冻不好吃，对，现吃现做。快！你们会不会和面？流口水了。喝过这最烈的酒，吃大餐，今晚吃大餐。厦门不冷，穿短袖呢。哇，欢迎我省吃俭用大哥，谢我省吃俭用哥，欢迎我大哥闪亮登场。
千里马，哇，51级的大哥，家人们欢迎一下，今天包了萝卜肉的，我们这包的是粉条、条肉、鸡蛋、豆腐。3000人，面好多，不多。音乐多了是吧？那这个音乐还太大声吗？好吃，必须好吃。卖大饼了，有没有要卖的？有没有要买的？好了，想吃的一会儿全部把隔空打开。你咋啥都会，样样都会。上车不能讲，做什么好吃的？包饺子。等一会儿又被你们带偏了，不能讲这个。等一下，他要限流。麻蛋是跑调大王，唱戏的。上来，我姐，你没得吃吧？啊，他说他还在家里呢，不去。一个星期还没到，老大会做饭，会做家务，啥都会，很厉害。你们才知道吗？他们说你这样子洗衣服厉害。接地气，是的，从来都不，我们不点外卖的，每次都是老大做饭，老大自己炒菜做饭。前几天在老家的时候不还做饭了吗？做饭放一会儿再揉，我姐说过一会儿再揉。饺子是包毛蛋的吗？是不是真人呢？你说呢？明天出什么新歌啊？叫啊，对，叫什么？你们明天可以下午6点，明天的下午6点准时上线。现在不唱歌了，现在在包饺子。我唱，等一下把人全部都吓跑了。贵州回来了呀？今天刚刚回来，还到现在还没吃饭呢。昨天演出完就直接赶路，赶了1个多小时的路程，然后再坐飞机3个多小时。到现在到家了，休息一会儿，然后老大又拍段子，拍完段子现在就在给你们直播包饺子，一整天没吃饭了。安徽蚌埠也是饺子，可以了吗？挺辛苦的，对对，赶路最辛苦的。大号都休息有1个多星期了，都没有开播，就是嗓子哑。吃哥，你讲什么？吃哥，一会儿我老大接你。
昨天在贵州，对，昨天在贵州演出，天蓝酒吧，有没有在现场的？还有这首必须的。不是做拉面，包饺子。有两个铁粉在现场。对对，昨天有一个喊我了，阿森。啊，昨天我在门口进去的时候有喊我了，阿森是吧？阿森哥是吧？好多年没吃了。看花姐演出不需要门票啊，我们是护花大队铁粉的，都会带，直接带到现场去，不需要买门票。还有一个红宝，哦，红宝哥也在吗？嗯，二三哥，对，我二三哥我也看到你了。他说他昨晚也在，我说是的，我也看到他了。这是过年，每天都过年呀、啊。3000多了，你看越包越上人。熬夜都是熬夜冠军了，对，熬夜你们都是弟弟。这是睡觉多土。对，这是厦门，天气不冷，热，很热。拿那个擀皮的，现在要吗？买的饺子没有灵魂，买外面买的不好吃。老大包饺子的，我一次性吃了50个。这是闹的什么？这在包饺子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南方的饺子它都是外面买的，然后正方形的，我们老家那边就是正方形的。包个饺子看看，毛蛋帮忙啊，毛蛋只会吃。什么馅？粉条、韭菜。正方形的抓手。对，我们那边南方基本上我看到的都是正方形的，都是那个机子打做出来的。我现在来包饺子哦，那个没有手拿话筒了，你们看着哦，斗地主点赞。
我明天包饺子上小黄车，好不好？下播吧，要不然的话等一下这么多饺子不够吃啊。失去你的温柔。
欢迎我立功哥。这两天赶路辛苦了，包点饺子犒劳一下自己。想吃饺子，把隔空打开。我立功哥来了吗？谢我立功哥。谢我龙哥的跑车，我龙哥开着跑车来了。我龙哥，你是不是也吃想吃饺子？点点关注。谁送的跑车？欢迎我挺哥。啊，挺哥来了。谢我龙哥，我挺哥肯定也是闻到饺子的味道，赶紧来了。欢迎不服哥，嘉年华，有没有嘉年华？不服哥，
杰哥，你这是想吃呀？趴在这不走了，杰哥。欢迎车哥，花主持，哇！谢我车哥，感谢我车哥的浪漫马车，谢我车哥，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！哇！你这是怎么搞的？激动的把那个面都拿起来玩了，哇！车哥，我们在包饺子，你那个包饺子的面面都甩面了。谢我车哥，我车哥，你是不是想吃饺子啊？我们在包饺子，可以拉拉面，他们让你拉面，来个绝活。我许哥也在啊，我许哥在哪呢？我怎么没看到我许哥？包饺子好认真，那必须的。这是毛蛋吗 ？Yes, my name is 毛蛋。
那么点点关注。因为我那个包好了，我去那个明发摆夜宵，卖夜宵，有没有人要买的？这个小子的线用不了多少。喂喂，我不想了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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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星人大哥，你来了，你要吃饺子了吗？外星哥，好久不见，吃饺子。好，来整你整起，音乐我给你重放哦。三二一，来 ，one two three go。不管今夜你是我的谁，声音太小了，没有灵魂。心啊已经醉，想要和你相依偎，都怪夜夜的黑，他让寂寞把我包围，在你怀里找抚慰，哪怕一切那么虚伪。No way
道饺子饺子的味道什么样是吗？城市霓虹点亮夜的黑，为何我的身边没人陪？午夜街头迎着冷风吹，我一个人独自徘徊，忘掉昨日苦涩的咖啡。我把啤酒给我们点个免费的关注。不管今夜你是我的谁，来我不醉不归。都怪夜夜的黑，它让孤单来作祟，我的心啊已经醉，想要和你相依偎。都怪夜夜的黑，它让寂寞把我包围，在你怀里找抚慰，哪怕一切那么虚。我昨天在贵州，今天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饺子皮多煮一会儿，没有那么厚呀，没有那么厚呀。没有在研究什么，我要研究这个饺子皮。星星大哥，我明天晚上五点钟上线新歌。什么线？韭菜线，韭菜瘦肉，有鸡蛋，有豆腐，有粉条。明天的歌非常接地气，歌名叫做复杂的生活简单的过，咱们可以亮个灯牌哦，明天打榜哦。这首歌应该很火啊。亮个灯牌，明天打榜哦。五点钟六点上线，歌名叫简单，复杂的生活简单的过。
昨日苦涩的咖啡，我把啤酒装满了酒杯，不管今夜你是我的谁，来我不醉不归。都怪夜夜太黑，它让孤单来作祟，我的心啊已经醉，想要和你相依偎。都怪夜夜太黑，它让寂寞把我包围，在你怀里找抚慰，哪怕一切那么虚伪。我跟你讲，明天的新歌肯定指定大火，真的，你们信不信？你还要吃三十个呢，你给我打榜吗你？给你听一下，不是听过了吗？这是面醒了一下，很好吃啊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面醒一下很好吃，就咬一下很好吃，更有筋道啊。反正我从来都不买饺子皮，都是自己和面，省吃俭用。没听过是吧？明天就能听到了，明天6点钟啊，准时上线。啊，你们可以叫你们的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发朋友圈啊！谢谢大家。城市霓虹点亮夜的黑，为何我的身边没人陪？乌鸦街头迎着冷风吹，我一个人独自徘徊。昨日苦涩的咖啡，我把啤酒装满了酒杯，不管今夜你是我的谁，来我不醉不归。都怪夜夜太黑，它让孤单来作祟，我的心啊已经醉，想要和你相依偎。我都包到现在了，你问我洗手没有？我刚刚洗脚了呢。我跟你说，一股那个脚气，但我就喜欢吃，就好这一口，怎么了？重口味啊！城市霓虹点亮夜的黑，为何我的身边没人陪？昨日苦涩的咖啡，我把啤酒装满了酒杯，不管今夜你是我的谁，来我不醉不归。都怪夜夜太黑，它让孤单来作祟，我的心啊已经醉，想要和你相依偎。都怪夜夜太黑，它让寂寞把我包围，在你怀里找抚慰，哪怕一切那么虚伪。我姐这个面火燃了，都粘到一块去了，应该多掺点面哈。
扣两下子脚丫更有筋道，对，加上有味道。夜太黑，他让孤单来作祟。不管今夜你是我的谁，来我不醉不归。完了，马上要包完了，我要下播了，怎么办？歌呀，这个是都怪夜太黑，这首歌很火呀，家人们，这首歌很火。然后，对这首歌，我相信啊，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很火的传唱啊，会很火的传唱。然后，明天的歌更好听啊，是一首闽南歌啊，是一首闽南歌，希望大家明天去试听。试听的同时，家人们别忘了转发哈、啊，别忘了转发。明天下午6点钟，我们新歌。啊，新哥跟粉丝们见面啊！我们没有关注的可以亮个灯牌啊！我们明天第一时间可以收到花姐的段子啊，可以去酷狗搜索啊，咱们的新哥。当有一天我有机会的，我一定要给你们包饺子、挂小黄车，好不好？来见一下我女神，谢谢大家支持啊！转圈感，我不会转圈，那个太难，高难度了，学了多少年没学会。教我是不是我姐？真的吗，我姐？不管今夜你是我的谁，来我不醉不归。我姐，你要来的话，需要我动手吗？根本就不需要。你肯定舍不得让我动手啊，我还不知道你。坐着看电视去吧。
你帮忙吗？这是你干的事情吗？你赶紧看电视去吧，是不是我姐？深深霓虹点亮夜的黑，为何我的身边没人陪？昨日苦涩的咖啡，我把啤酒装满了酒杯，不管今夜你是我的谁，来我不醉不归。都怪夜夜的黑，它让孤单来作祟，我的心啊已经醉，想要和你相依偎。都怪夜夜的黑，它让寂寞把我包围，在你怀里找抚慰，哪怕一切那么虚伪。花痴你会转圈吗？花痴，我的情儿已经醉，想要和你相依偎。都怪夜夜的黑，它让寂寞把我包围，在你怀里找抚慰，哪怕一切那么虚伪。汤心你会吃吧，汤心。估计我这饺子花花吃花的心要是来吃的话，估计不够他一个人吃的。花心，我弟那老胖了。花的心能吃多少？城市霓虹点亮夜的黑，为何我的身边没人陪？乌鸦街头迎着冷风吹，我一个人独自徘徊，忘掉昨日苦涩。烫心，烫心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把啤酒装满，厨师吗？烫心你是厨师吗？花痴你就吃20个毛蛋，一口气上次包吃60多个，今天的比较小啊，上次的比一个比这两个大，吃60个。胖心你是厨师呀、啊、你是哪里的？哪里人我都不知道，你是哪里的？哪里的？怪不得你那么肥呢。那时候是不是老是偷吃东西？深深霓虹点亮夜的黑，为何我的身边没人陪？江西老表呀，江西小炒好吃。江西哪里？我说明年井冈山，我带我男朋友去旅游。我把啤酒装满。不是男朋友，我老公。有没有喜欢吃江西小炒的？有没有？我姐你笑什么？你笑个蛋你哦，真的，你忘了他吗？我养你。不冷吗？热死了，厦门。
你走了你还回来干嘛？抱的不够吃的呀，走了就别回来了。哎，你们家过年炸果子吗？炸果子吗？小果子炸不炸？城市霓虹点亮夜的黑，为何我的身边没人陪？吃饺子呀，你别吃了，我听哥，你隔口打开可以。来厦门呀，不是说要来吗？我明天去杰哥那里呀，我明天去杰哥那里。说好专业，好吃的人都专业，我跟你讲。亮个灯牌，要包到多久？还有一点点线，还有一点点了，还有一点啊、哦，还有一点包完啊。因为我们平时不怎么做饭，包了放冰箱里，早餐起来吃，吃了就可以去公司。身边没人陪，乌鸦街头迎着冷风吹，我一个人独自徘徊，忘掉昨日苦涩的咖啡，我把啤酒装满了酒杯，不管今夜你是我的谁，来我不醉不归。明天出新歌，明天下午六点钟，歌名叫简复杂的生活简单着过。发行了你们马上下载，然后到车里听，听到没有丁丁哥？听到没有丁丁哥？等一下子你来厦门了，到我直播间唱啊！你要不会唱的话，我直接给你弄死了。等我下面，公司开业的时候啊，我邀请管理都来我的公司做客啊。
我邀请我的管理，十几以上的灯牌的也邀请几个，有来厦门旅游来我公司做客啊，然后让鹏哥请你们吃饭啊。明天护花大队的管理记得带榜啊，记得带所有的粉丝去打榜啊。明天下午六点准时上线哦，家人们，搜索花店，复杂的生活简单过。那我提前给你们透个底啊，我大鹏哥在啊，提前给你们透个底啊。大鹏哥很能喝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丁丁哥来了基本上回不去了啊，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基本上差不多回不去了。丫头找不着了，说来的时候好好的。回的时候家都找不着了，不是家都找不到，酒店都找不到啊。直接统一马路大马路。我们要煮饺子喽，有没有人要来吃的呀？要来的赶紧来哦，不来的话我们要下播了。城市霓虹点亮夜的黑，为何我的身边没人陪？乌鸦街头阴着冷风吹，我一个人独自徘徊，忘掉昨日苦。贤妻良母型的可不是吗？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哪个看上我，哪个我跟你上辈子妈上了光交了，真的。祖国冒青烟了都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别笑呀，一笑就感觉好假。怎么搞的？我不配吗？我不配吗？城市霓虹点亮夜的黑，为何我的身边没人陪？怎么感觉越爆越多呢？包了有多长时间了？包不完。我把啤酒装满了酒杯，不慌惊讶，你是我的谁？来，我不醉不归。都怪夜夜的黑，他让孤单来作祟，我的心啊已经醉，想要和你相依偎。都怪夜夜的黑，他让寂寞把我包围，在你怀里找抚慰，哪怕一切那么虚伪。话筒上全是面啊，可不是吗？全是面。包差不多了，我们下播了啊。然后我们七号大号见啊，然后明天打榜啊，明天六点钟打榜。好，我有时间我给你们播小号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就下播了，这 老这样的，一会儿让你们看我们吃饺子太不合适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就包，我不吃，我放冰箱里冰着，真的，我只包不吃，我放冰箱里放着。我不会那么不讲武德。下吧，你闭了吧，我也不想看到这个画面。